我今天嚟睇搞大電影，好開心啊！因為咧，首先呢三個演員秋生啦、阿 Jen 啦同埋 Rosa， 我都非常之中意啦，同埋佢哋嘅演出嘅感覺係非常有節奏、非常聰明、非常有驚喜啦，而好。看了剛才完場的時候，我說原來這麼快完了，然後很想再看久一點，還有我覺得在舞台上面講電影這個行業是挺有趣的，因為自己本身是電影出身，所以有很多東西都身同感受，或者、他們怎樣去呈現這個故事，我覺得是大家一定要看。講太多你咪唔會嚟睇，咁我會再睇多次嘅，所以大家唔好錯過啦。